全军出击。哎呀，刚刚好！点滋啦！点点点滋啦！点。点 Q 炸滋啦！点点点 Q 炸滋啦！点致命点燃接闪现。滋啦！哎呀，跑的有点快啊！直接让蛤蟆过去把他杀了，我们都不用上。滋啦！你是真垃圾，我发现。他一个没闪现的鳄鱼，你能给他放跑了，兄弟？我怎么说你好？你说，我说你什么好？我佛了，好吧，我佛了。W 我，别回头了，没蓝了。我没单杀，我说别人，那俺俩互相交技能，两个人双招，我没杀不很正常吗？哎，我就发现了，你妈了个巴子的！我说这瞎子两句怎么的了？不行呗？我说的不行呗？他有闪，鳄鱼连闪现都没有，他一个瞎子把鳄鱼给放跑了，一身血的鳄鱼，我说他不行啊。有问题吗？你跟我老跟我犟什么玩意儿呢？有病是吧？怎么的说的说这瞎子？点 Q 滋啦接炸。点Q 炸Q 炸点定点点滋啦插眼点 Q 炸滋啦 ，Q 炸！我靠！哎，你小子运气是真好。
西地海。这维克托没补着炮车可太难受了。哎呀。滋啦掉 Q 炸。干哈呢？滋啦，这是为了啥呀？滋啦，给大定点燃 ，Q 炸西地海，出的好啊！我就知道他要动手了，所以我们提前先放大招。哎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滋啦！摧毁，然后改进。走了，回家了。遗失的章节能出出来不？这有点吓人啊，有点害怕。这波不能回家了。来个遗失的章节，嗯，完了，必死！哎呦我操，十面埋伏，下面还有个梦眼儿，这鳄鱼从上路一直追到下路，像个精神病似的。滋啦！他两个能升级，赶紧升级。Q， 滋啦！给我换成冰女了，突然之间变成中单维克托了，滋啦！滋啦！芝麻 Q 炸给大闪现定 Q 炸接芝麻接点燃，死了。这波其实没玩好，玩好了我能双杀的，没太玩好，有点走的太远了，距离没把控好，傻逼了。这波能没双杀，哎，我怎么死了，真傻逼。
距离没掌握好，兄弟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手不够快，你知道吧？刚开始我升级，我升慢了，我摁升级摁慢了。你们要去杀冰女，那我就来追一追这鳄鱼吧。不是凡尔赛，刚才这波不应该我死，然后接双杀，应该我死不了，然后双杀才对劲啊。斯拉库炸定！哦 ，My God！ 是傻逼。死了，这还去个屁呀，这还有啥好去的？滋啦扣定炸给大点，滋啦勾扣炸，又死了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两个回家了，算了。哎，可以吃波塔皮呀。鳄鱼吃塔皮吃的好爽，吃去吧呢，那没办法管他呀，这鳄鱼那咋整？咱先来个小沙漏着吧。哎，来个屁沙漏，这还来什么沙漏？这都无敌了，这都，这直接买个耀光啊，差20块钱，等会儿钱啊。这俩人真敢推呀，那线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你俩敢这么推线啊？滋啦定给大先杀的露露，扣炸！我说无敌了，你们还不信？哦呦，跟我上来！都萨兹拉定点燃闪现 ，Q 萨兹拉 ，Q 萨700。这冰点大还没放我，这真走了，回家了。我说我无敌了，你们还不信？美甲窃魂卷，
直接推中，给你狠的，滋啦 ，Q 给大招，这大为什么不跟他走？炸，滋啦 ，Q 定炸，点一下，滋啦，猜中，滋啦。 这维克托的皮肤好憨呐、啊，感觉呀。滋啦，Q，定，炸。 杰投降吗？除了杰也没别人了。这鳄鱼怎么出个日炎呢？ 好，血中路推线，打团，后边小心鳄鱼啊！剩三个，3打3可以打，先不着急上啊！滋啦，漂亮 ，Q 定炸，点炎滋啦给大，点一下。 滋啦Q炸定，哎呦我，滋啦，滋啦定，打个蓝啊，打个蓝 buff。 哎呀，我没假窃魂卷呢，我日你哥呀！不是留着扫描，我信我烧他们一下子，你知道吗？我需要烧一波。 我都没寻思我能死，没事，俺们家 ADC 也嘎达 life 了，没关系。
梦魇搁哪呢？ 哎，这梦魇怎么没了呢？滋喽！干哈呀？这是吓唬人是吗？滋喽！ 再滋了，哭！闪现定给大，妈了个巴子，得给我把冰女点死！哎，我没假血魂卷，我操！完了，这冰女有点讨人厌呢，你给我打死他！ 我的美甲血魂卷呢？小龙吧，看来不行啊！你这有点装备就容易死，跟他们一装备就死，不能装备，不能装备也没意思啊。 大扣炸给大，扣炸定，致命点燃，滋啦扣炸，这他妈人儿的个多呀！先把这大嘴杀了，哎呦我，马爪扣，哎呦我，五杀可以啊！ 太中吧，你看要你有什么用呢？咱也不知道咋的，哎，就突然之间就不玩了，哎，就难受，哎，就投降，就送，哎，真是傻逼，真的。 打大龙吧！滋啦！别急啊！这鳄鱼干哈呀？疯了是吧？这鳄鱼家没了，我都没发现，我都没发现家没了。